接下来这首歌比较严肃一点，希望大家 get 到入面的 message。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苦难里面的人，每一个在不快乐里面的人，希望大家去关心一下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，好吗？
上天的救援在等待，远方的爱等待。